出电话啊，面啊，可以聊天可以，大家玩。今年呢，电视我看伊个，啊，讲个台湾个环境虽然非常，我心里唔好个，是条条白发苦命青啊，爱问句话啦，啊，是那对我只个是变少，但是讲改了吼，还是大个，你只讲个啥吼？我哋今日吼，分环境吼是作大嘅话，咱看嚟吼就作建议吼，啊，就咁了解，吼，就是主要信念方面，我第一个讲就是生死的真理，就是讲到主要在工作方面，世人生死事，在命定上面积极方面，不如出于先思考而做事，要有好方面。跟我第一个讲就是讲到所以一句，人太想搞做伊个。啊，我若讲考试咧，就袂来念出来，因为你是有思想在讲。啊，讲到迄个生死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在讲。啊，所以个环境吼，真正有出来好处，因为咱现实是这袂容易，就是在家心。即句话第一在讲吼，就是咱今日做一切关系。啊，今咱个人做应对来解了解。啊，咱若为了学经典。咱有时出去吼，要行放路话的时吼，咱放路的。啊，你有饿的时候，有飞的时吼，咱有师傅，吼、哦。尤其吼，这地品的时候，迄无上善吼，迄嘛拢是真好，吼、哦。因为咱经历这个得了，吼、哦，咱是有现力金团嘛，咱归信，而且良心的这块宝。咱拢有见性，但是咱用咱无良心，所以咱较爱会修。啊，你修的当中，你若无经典落去研究，你道理听，譬如咱之前听一个物料吼，伊讲哎，教师咧讲的，但我拢捌呢。但是吼，吼、哦，咱讲有做到遐，咱拢有做到。但是咱买来看，你听变会使用就对啦。哦，听做研究咱就去，教师咧讲的道理。因为吼，就像在讲的，拢家己准备，啊，拢大同小异。哦，咱对伊万人家即摆叫听白话，听有话听。但是呢，咱拢无去记啊。华西上话，咱拢无时时翻翻资料啦。就像啊，听迄个讲咱表修的书，吼、哦，咱会应该有这个意义啊。哦、我有听遐做迄个正耳实验体在讲的，伊讲吼，一个人修行，无代表伊在修行。但是呢，一个真正咧修行的人，一定修行。互我听一句话，互我感觉这个人修行无。当然，咱拢讲讲吼，伊做修行，伊是伊有契机。你看，显露出伊个信心啊！但是，迄是真正咧修炼。啊，真正咧修炼，一定有信心。这无共款个，因为你若真正咧修炼，因为修炼是修咱内心，咱家己内心内自信个即个显露。啊，所以你有咧修行，一定会修心。啊，你修心的人，无一定，因为你有时拄着见到，你无对道理，真见对常识，你拄着，当你在道场上看到哦，这道场这很好，我本来修做科学，但是修炼久，咱讲有人就有事，啊，有事就有是非。所以来讲，是非是非是基于止于智者。咱听着这个拜神，咱就很好。哦，有诶新着新来看着讲啊，这团队做好哦，但伊万一姑娘讲哦，啊遐个来讲钱，遐讲钱，啊咧比外口较歹啊，伊着啥子啊？因为伊着是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对经典无几啊讲，都无几啊研究，毋知我修行是修咱内心。
我是迄个代表讲的，甲新娘讲的，这甲生死的代志无关系，迄甲你家己的生死无关系啊，哦，安尼，甲你自身无关系，所以可见经典真正做好，哎，真正做好，好啊，对伊来强调，甲我讲哦，因为听着道理，听着资料哦。啊！我讲这道理大同小异，哎，咱讲起我拢，咱是拢捌听过安尼，我拢会晓，但是听袂了，无代表咱会晓。听袂了，吼、哦，咱去听经师，咱讲了安怎，咱听会听，但是咱无去啊实践，咱干呐听尔，咱无去啊应用啦。咱师尊来讲一句话：唯有身历其境，才有印象。你没有身历其境，你要印象困难。像咱今天要来去溪头佚佗，你来讲溪头偌好佚佗，但是你若来去，你敢意会来？你意会袂来？但是咱有去佚佗过，人咧讲哦哦，遐安怎安怎？哦，咱即时哦，随想哦，遐有啥物会有啥物，咱就发到，咱有意会，咱有体会个，哦，咱就发到咱讲出来。同款，咱学这道理，看经典嘛是安尼。爱欢喜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尤其迄个说拜六阁有一个伦理班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大家一定爱出来，啊，阁有迄个说即摆去学校去学经遐学迄个说道德经班，迄真正名堂上即届外招去，伊听个好，即个真正因为王经遐道理非常个。真正伊个道理真个，啊！伊若过来迄当时讲，用当地去讲，看你对即句个了解有偌济，啊，就讲偌济安尼。但是因为去遐讲当时吼，拢爱准备山个讲经典，迄个经典版个即个当时，所以一定爱伊个讲一定爱准备，伊个讲要讲个即个课程，所以拢准备足济。啊，像我这上课也是伫谈经个尔。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嘛，袂当再去旁听，哦，啊，好，我从咱边头开始讲啦，哦，因为这嘛上分几落代啊，因第一品就是品流品，就是咧讲吼，哦，伊啊则用作关键伊个因由了底啦，伊安怎会去接受人家文化，哦，因为伊就是这条件讲。因为伊较是客人听到即、這个，哦，人讲着应应有所住，应有时住，应有时行，医生的即个发起了，伊就开悟啊，哦，啊，伊才去拜佛做为师，啊，所以这是就是讲，伊迄阵了开始就知影讲吼，世间事，因为伊靠靠啥为生啊？啊，为伊为着了，伊将因老母安顿好了，啊，伊就去想了。啊，咱呢，咱即摆所一个都行过去，入座，因都拢想想。因过去是爱先修一个的，先修到三千块万、八百多万，安尼，也无一定有得人去。因为过去都是单纯纯修，你要去遐体悟困难。啊！恁即摆是先自着修，面子是来基础迄个所在。讲咱自信就是伫遐，咱关心伫遐，咱只要伫遐去修，就是想将过只事上讲，讲咱时时无修得体。咱若时时无修得体，时时见性，咱就是以咱的关心为出发点。那安尼，咱该修就修。一定修会修，但是咱即摆是在家修啊。过去咧修，很多是到青山古洞去修，哦，无迄、那个，无迄个烦恼。咱即摆是迄、那个在家啊，咧，迄、那个做在，迄、那个在家出家，哦，所以无共。咱即摆是爱，迄、那个做福慧双修，因为咱即摆无福。你要讲来求伊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你即摆，因为过去的时阵免开钱啊，
你的有这个爱情跟吃，对不对？哦，咱这不是，咱即摆目睭戴开就爱从水钱、电钱、电话钱，你像即摆电钱，拢唔免吃，但那些开销你看在偌济，所以咱即摆就是爱去上班赚钱，啊，有咧好，来维持咱的个体，另外一方面，咱会当出来研究道理，哦，啊来排解的忧郁。就像拄只新娘讲，这是两种出两卡的经验。尤其像即个阮诶，新竹阮姐讲，咱面对做事业务是无同烦恼，因为咱来这世间一定有烦恼，做人一定有烦恼，侪较少，你看下，你来看下，有安尼未？有啥讲对？迄、那个出世间即卖讲讲无烦恼，有钱有钱来烦恼，无钱无钱来烦恼，大家都烦恼。来想迄只买只，我看咱输来会当节俭，啊输钱就不灵。但是讲不简单啊，咱若时时咧咧省输，无时时咧管管住食，咱阿婆唔知影，咱唔知影。烦恼来嘛是，拄着代志上面，咱嘛拢有烦恼，只是讲吼，较短较长安尼尔，吼，所以这头一句就是讲吼，显地性，我即摆在遐拢听人讲一句落啊，显地性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淡然，自性比较小。哦，你讲吼，伊迄阵咧时阵，就学到伊就大因起，即个讲嘛，哦，向个大上讲嘛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咱个本性原本就是因果因果交续，是一定不染的。但是因为你染，哦，这较少人，为人大你。镭射来染染较少，吼，伊个环境就较好。啊，你你咱染染较济，吼，啊就较无方便。华师兄比华家锻炼经理，阮拢同事。我后时阵读册，我嘛拢做认真趁个，但是我趁拢趁袂起。我讲安尼，伊拢参加演讲比赛，啊，啥物比赛伊拢叫头，啊，我头个中中啊。啊，我逐日嘛做认真趁个，但是我太少个，哦，所以人讲就是，伊就是年纪较未遐济，啊，就太用心，啊，我哋较爱佚佗，哦，信用较袂，体面较，迄个体面较爱体面较好，所以你看伊咧处理代志，拢较会圆融，哦，拄着代志咧处理，啊，咧讲话时吼，嘛无共。啊，迄是伊有体质，啊讲出来，自然顶个就开个。啊，咱无迄个历练较少个，吼、哦，啊你拄着代志，你处理呢就较袂严重。所以想下头咧讲吼，作用啊作歹收。咱要学迄个收着，要收迄个当头啊角呢，免让严重。哦，感谢你。啊，无来讲，啊，你收了多久啊？月外单月十，外单月二十，外单月三十，外单，那么你的境界是偌多啊？哦，迄个境界现在咱无明确起，咱若是讲收，要收我无这个脾气毛病，哦，但是咱大家都安尼想，迄个境界现在无明确起来，因为咱大概未来这个。你呀，啊，作势，有时你讲买也是，吼、哦，咱咧就是像大海无帮助，点钱安住，咱无当去变啦。你无当去变啦，咱这基础起来已经明出一字，咱的基础已经知影，但是咱来变个，咱无良心嘛，就是说呾。用咱讲民心建设，啊，建设就成不啦，哦，啊，有建设啊，但咱无民心啊，
无人心的时候，你定袂落来，无你无定静安稳，你要得定有所困难，吼、哦、有所困难。咱个菩提祖先吼，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吼、哦。伊讲讲大愿初心对着心，唔是冤冤条心是一心。咱人每一个人拢会当一心，自然得。大家人就是拢分啦，就是讲分看众生是分。像讲这个时阵，我头先听着讲，是安那分会看众生是分，因为佛性本来是平等啊。哦，明明迄、那个，咱个众生态，讲安就是咱个本性分，本来讲拢是拢依个个拢照照。拢家己行，行不拢相像，只是咱离开我，啊，见性安尼。咱若有见性，也是有开悟，咱就行不相像，哦，安尼。所以咱只要讲吼，有时时用心，时时无心就得，咱个幸福就非常容易啦。哦，而且呢，哦，啊，讲着这吼。买这个 K 五，买 K 五，这个做，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原因的。我今晚来讲这个，啊，做维山禅师的这个故故事，我都用一本曾经我有写，这嘛，我说我讲起来做，迄个我讲的当地的一个故事对啦。较早的迄个做维山禅师。怀让禅师的时候，迄个时阵就是即个相应在去拜怀让禅师吼，为伊输了对。但是伊伫遐咧修行的时候，伊佛法非常即个非常的坚，哦，稳定底心，哦。但是呢，伊一直我拢要开悟。所以，迄个哦，这个百丈禅，把迄个百丈禅师哦，拄仔我讲就是百丈淮海禅师啊，哦，相应的相应禅师嘛，要得拜伊的这个门下，但是呢，伊呢，哦。对经典信念非常这个，哦，非常这个，但是呢，始终呢，会当呢，哦，体悟了这个道理啦。所以百丈禅师死了，因为伊从这个，哦，祖位传落伊个大弟子叫维山莲佑禅师，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相应禅师的对修行这大师也继续在修行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维山禅师就对这相应禅师说：“哦，你较早吼，以咱老师百丈禅师遐咧先听讲，你是无人知识啦，文识，迄个做低别个迄个低罢啦，哦，这是因为你呢，你是迄个聪明过人啦，啊，辩才正好啦，但是呢，生死。”生死这件大事吼，是上重要。你敢会当讲你父母未生之前，你的本来就是啥？哦，所以这个先人禅师叫这个维山禅师问，问咱哦，父母未生之前，本来就我是啥的时候，伊说吼，伊说吼。我多难为了，父母未修之前，本来就多少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迄就是讲吼，伊未当去，未当去见性，对啦，未当去体悟，迄个是心法就对啦。所以吼，伊从个笔记吼，拢掀起拢安尼吼，找找安尼吼，就是找不迄答案啦。所以，伊怎啊非常的，非
非常的刺激啦。伊拿上伊个笔记，加迄个上伊个笔记，啊加其他拢烧掉，因为伊经济非常非常的花了非常的多啊，啊嘛辩才非常的好啊，但是对着父母母亲之前本来的我是伊袂当袂出啦，伊作阵厝后。求伊个大叔兄韦山陈叔来讲，但韦山陈叔来讲讲，我知影是我家己个即个体质啦。我即摆若甲你讲，你人工会怪罪我啦。哦，所以这圣严陈叔哦，伊不得已啊，伊怎啊从伊个即个笔记，家己个烧掉去做，去四处分流啦，安尼啊做分流天就对啦。有一阵呢。啊！即摆要行来到即个南洋的即个南洋即个所在吼，看到即个非常古厝的即遗迹，伊个墓地，怎伫遐暂时住来啊？有一日伊咧拄草的时阵，啊，遐一只老伙仔就安尼卜者一声讲伊见我啊，你有见我无？啊，卜者一声就讲伊见我啊，所以见我了的。伊在做修己啦，讲欲其忘所知，更不假修辞，动容言古路，不醉笑然机啦。处处无踪迹，身外声色外微啦，主方达道者，宣言上上机啦。所以吼，因为过去上书要去顿悟，是讲一个半途以后。啊，是下安尼，伊就开悟啦。伊开悟所得到嘛，咱小心啦，知影个自信是啥物，所以吼，伊顿悟了后，伊就向吼，因阿做，伊迄个外孙仔的迄个所在吧，这一代啦，讲吼，伊对伊恩惠，伊顿悟了吼。伊就讲哦，伊在迄个做，伊大叔杨维生，陈叔讲，你对我的恩惠胜过父母啦。如果你当时若甲我讲话，即、這个秘密，那我今日来顿哦。因为过去上书在顿哦，安尼人来顿哦。但是咱即马已经来讲伊遐，来点几下，咱就有兴趣啊，咱敢有顿哦？咱知影是咱，因为咱无去体验，咱无去体验，所以咱嘛是一知半解。你生活在当中，拄着考验来，有时嘛是一考，嘛是跳跳的，感谢咧。啊，你若真正对道理有研究，因为咱生活在说，啊，我毋免研究道理，我著知影做。但是有时你考验来，你若对道理无去详细无去研究。咱要哪去？靠着咱后壁啦。咱无去研究道理，生下都免道理吧？囡仔，咱知影做啊。但是你无捌道理，要生下都，你无道理讲互听，难免咧家己来承认难得。尤其像即摆知识、知识大爆发时，你要啥物资料，网络拍来，你有在收？人他袂在听你讲这道理，无啊。所以你要去体悟，你要去体证，迄作困难。啊，讲作简单，要去体证是较困难，因为这梅山财主，因为伊要直接把这姓名财主讲的两点啊，第一就是惊开衰。但讲了，圣严禅师也执着伫本意上啦，而袂痴心去体证、去体悟啦，这是第一点啦。所以听着道理了，咱这个体证较重要对啦。第二，为咱禅师本身虽然是一个开悟者，但伊证悟，伊个证悟，别人是无法度去安置个。因为为咱禅师伊家己证悟是伊个物件。要讲互听，伊有时会当了解啦。别人是我当去感激的啦。
安尼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，所以咧，拄拄只咧讲，这生死大事真正是足重要，哦。因为咱嘛，过去相处有哪会变得去做家人？家己即马所得到孝顺，最主要一个是体证。你若要去体证，体证，你有去体证了，体证是属于你的物件，哦，你的感受，安尼，哦。啊，因为我嘛非常的老顿啊，啊，报告下。然后一般时间可能有点很注意啦，哦，这样，哦，咱感谢注意，哦，一下。